开局已经打两分半钟，两队在进攻上的状况、出手的感觉还没有那种比赛的感觉。对，所以现在就直接啊，靠着克里斯在篮底下啊，自己一人单打成功。简伟如、李汉生、简伟如在空抛给到布拉，但是这个球好像不是太好的效果。特工这边哦，毫无瑕疵，黄宏汉把分数给放进，而且现在呢是飞客。把这个球给抢了回来，王翰传给到前面谭杰龙，再给到飞可压上去，净算 and one。大家要练一下感觉，尤其在第一节的部分。飞可单人压进来，换到篮筐中位边有了。杰克，哇！地板很有经验啊，就我讲的吧，地板离布拉的手掌大概有180公分，对，那等于我运球运到自己的头顶，意思是一样的，然后他才能够拿到。哇！飞克篮筐另外一边闪过两个，第二节倒数不到一分钟的时间，飞克再回到克里斯的手上，第一时间的出手就这样抛进了，对，就是。还是会觉得说我只是把球护起来做一个转身的动作，可是就是人就在你的手头上面，人脸就在你的手头上面，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大好厉害，推挤挤，他也很少在 argue， 可能在之前的比赛当中真的已经经历过太多了。韩杰龙外围的三分球进，韦小豪给到杰卡，许内成，韩杰龙转移到飞克，飞克切下来双手扣进。重点他又那个对于组织传球又蛮有想法。嗯。惨了！哇呀，又是切落上来。韦小豪绕了一圈，飞克给到杰卡，外围没有人的空档，三分球进。最后他是个人的第四次犯规。克里斯地板给球漂亮啊，从哪边到底看到飞克已经到了篮筐底下、啊、飞克来主控，克里斯再回到飞克，飞克代步的跳投，哇，他也有这一招。飞克转进来，换到篮筐另外一边，又是一个上赛季。